啊，爸爸，你这演艺圈你一定可以了。我说好好，那我们是一张啊，两张啊，我们总共要20张，20张，我操！我第一次觉得你是很伟大的。BLACKPINK 粉丝应援成功，惊呆 Rose， 仙歌抢到20张票被打脸。19号在高雄国家体育场的演出，107分钟准时收班，超公平对待两场超胜的 Blink。因为首尔大雾 ，BLACKPINK 多停留台湾一天，20号一早旋风离台。啊，这90000张门票多难抢，小编不多说，宪哥却自曝在开唱前两天替小女儿 Olivia 敲出20张门票呢。两天前。啊，爸爸，你这演艺圈你一定可以了。我说好好，那我们是一张啊，两张啊。我们总共要20张，我操！看完回来了，20张。那个西雅图的同学嘛，一堆都在台湾。我第一次觉得你是很伟大的，我不是来看爸爸演唱会，是看 BLACKPINK 演唱会。我不知道啊，那就我要想办法啊，挪一下啊，有些朋友硬挪出来给他了，搞了20张票给他。好了，好好去看，开心了。爸爸全出钱了，赚钱的跟花钱的永远不会是同一个人啊。对此，大女儿吴珊如火速跳出来打脸仙哥，什么20张票的事，真的是随便听听就好了，我是完全没看到票呢。这回高雄场演出 ，BLACKPINK 共带来23首歌曲，以及4位成员 solo 舞台，整场尖叫声没停过。Let's go!